12月9日，唱片公司为了庆祝小天后杨丞琳主演的《不良校花》魅力收场，特意为她即将在14号举行的蒋小花派对布置了小花专车，并将邀请幸运粉丝一同和丞琳搭乘。给杨丞琳小花欢迎。在12月21号的时候呢，在12月12号要推出的花特别版，哇，好适合拍汽车的广告哦。陈琳表示，届时歌迷提出的所有要求自己都会尽量满足，甚至包括马杀鸡服务和亲自带歌迷开车，只是自己的时速可能会稍微慢一些。他们只要不要要求我就是做一些真的非常夸张，例如说就是在大冬天然后却穿很少之类的。我觉得其他的要求啊，就是譬如说他们要我一直在车里面唱歌给他们听之类的，按摩啊可以的，就是甚至要我开车载他们也可以，只是我的时速大概是10。